我是真的啊，所以经典台经典词，各位兄弟们上车。有牙缝我有，我牙缝补了，我早就没牙缝了呀。哎，看人家说了 Hello 杨总。哎哎 Hello Hello Hello， 谁？你也帅，你那旁边人更帅。拜拜，等一下见。好，等一下见啊。你看他们那个，怎么可能是脱呢？我看有没有脱了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啊，我看有没有人了，我看有没有人了，讲错了，你们一直在讲脱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们先别急着举报，到了个公司门口，我给你看看我是不是一下就进去了，行不行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好，进门，我先。下车，我号没了。我身份证拿来，我身份证来。兄弟，我是真的，你看我刚才这号直播的，又封了十分钟。啊！我身份证拿来，我身份证来，我举着身份证说一下来，兄弟们，这真是我账号，真的是我，不是冒充的啊！怎么搞啊？发两个作品，两个作品都是屏蔽的，利用装扮行为、身份进行博眼球行为内容。哇！我现在就在公司门口站，能不能让我小号播直播超过我十五分钟啊？怎么搞啊？今年我弟掉河里。我呢玩炮胳膊被炸伤，你们都说我们很调皮，其实这个调皮啊是遗传。对了老爸，你前几天还给老妈练了一段腿功，不是还挺炫的吗？怎么今天就……还有，如果这些天我和老弟惹您生气了怎么办？因为您追不上我了呀，你说这么浪。老爸，老妈又在楼下和一个叔叔跳广场舞了，滚！听我说完，旁边还有个漂亮阿姨，就一个人在跳，应该是没有舞伴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当舞伴。老爸，我们在打排位呀。那个阿姨漂亮吗？非常非常漂亮。六分头。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。老婆，听说你没有午饭，我正要去做你午饭。盘点小杨哥一家的爆笑一场。老弟，你玩游戏有没有买过皮肤？那我肯定买过。那我就要说你两句了，你把这买皮肤的钱给老妈买衣服不是更好吗？好个车，给你妈买衣服，人家是点工资吗？啊，人家呢？啊，搞笑，搞笑。怎么了宝贝？我是来给你家使点暴击的。你们现在承认你们是塑料父子亲了吧？你整天说的塑料父子亲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和老爸的感情像塑料一样脆弱。你才是假闺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老爸的感情就像不锈钢一样坚固。行，那我来证明一下，我这里有50块钱，你们谁先打到谁，这钱就是谁的。你觉得我和你的感情能有钱来衡量吗？啊，你一天的就是轻轻松松挣了5块。我这里还有5块，要不再来一次？你滚了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别生气。你这五块。你们现在承认你们是塑料父子亲了吧？你整天说的塑料父子亲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和老爸的感情像塑料一样脆弱。你才是假闺！我跟你讲，我跟老爸的感情就像不锈钢一样坚固。行，那我来证明一下，我这里有50块钱，你们谁先打到谁，这钱就是谁的。你觉得我和你的感情能有钱来衡量吗？啊，
一天的运势。轻松挣了五块，不，我这里还有五块，要不再来一次？你过分了！没法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啊，别生气。老爸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？钱留两段。大晚上留什么留？哦，老妈说明天她出去旅游，后面几天都不在家。好了，你这样老妈吃多伤心呢。哦，对了，弟，老妈说这次旅游要把你媳妇也带着，所以后面几天你媳妇也不在家。爸，快起来嘞！你看都几点了？爸，家里没有水果啊，我想吃点水果。媳妇，你想吃水果不？老爸，还有几天就情人节了，你打算和老妈怎么过？情人节是情人过的节，我和你妈是夫妻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过，谢谢。你呢，老弟？我已经想了好几种过的方式。还是你浪漫。一笑而过，看别人过，擦肩而过，想过就过，得过且过。我一会儿还整理家务，我还要洗衣服，我还要刷鞋，我还要看书，我还要陪朋友。去去去，我最喜欢陪你逛街了，媳妇。那就上去多买点东西。不用吧，不用吧。拿了，拿了。哦，谢谢爸。不客气。啊，嘿，我也有啊，五块。给我买杯奶茶，记得找我钱。